喂喂喂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不好意思，拖了一下时间。阿元晚安，小米晚安，太郎晚安，阿岛晚安，米城晚安安，小苏晚安安，你那是太累了啊。大凯安安，大志晚安，自爆 K 晚安，辛苦了，谢谢。ZX 晚安 ，Selafi 晚安，泽泽安安 ，Tim 晚安 ，Lori 晚安，亚波晚安。阿龙晚安，克宾晚安，我会觉得这两天啊，天气明显回温很多吗？跟礼拜天差好多哦。今天出去的穿着跟礼拜天一样，走到外面晒到太阳会热。像我今天出门运动的时候，也不用特别戴手套。礼拜天那个时候不戴手套都快截肢了，我觉得好很多了，希望不要再冷下去啦。啊，不过就过往的惯例来说的话，一月大概有很多寒流会来吧。倒也不是讨厌冷啊，我只是觉得穿衣服很麻烦而已，每次早上整理的时间就花很多，然后特别是早上很难起来，就觉得各种痛苦啊！看我的穿着就知道，不能这样说啊！我房间本来就比较热一点呢，每天都觉得好冷。中部山区就是不一样啊，天气不错，不过听别人说好像又变冷，真的假的、啊？那么快？让我查查，真的吗？那么快就变冷了？看起来。其实好像还好诶，这个礼拜看起来是蛮正常的。低温在北部的话啦，低温大概在10度吧。你看今天高温有24度诶，超热。真的假的 ?24 度那不是写错啦。明天开始持续的降温。看起来好像也不会降很多，那应该是还好。明天开始到周末 So Wolf 晚安，噩梦晚安，明天要降温，可以抱呆火二取暖。其实啊，我是在想，你知道这个呆火二它有一个等身大小的吗？大概多大？大概这样子吧。其实也蛮可爱的，但好像没有小只可爱，大只看起来有点拱拱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就觉得大只好像做起来怪怪的，但也很可爱啦，可以买哦，但很贵，刚看了一下网络上的价钱，应该要两张吧，两张小朋友，有那么贵吗？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。不过还有菜果，没问题的，还有菜狗狗可以。不管几度都没有你的内心寒冷，他字你怎么了？毕竟他是呆喂，人家火恶不是被念呆的啊。那么可爱，反正我的印象里面是两张左右，很贵耶，玩偶那么贵。大家家里啊，最贵的玩偶买过多贵的啊？我家里其实好像也还好耶，大部分都是别人送的。我自己有买过的顶多三四百吧，好像都是角落生物的枕头。也不是说枕头啦，那种叫什么，应该也算抱枕，但扁扁的，那叫抱枕吗？还是坐垫啊？比卡带贵这很正常啊，只是棉花就超贵。对，棉花意外的很贵，一万多的海泡球，那个蓝骨头吗？超贵。
最贵3000的蓝骨头啊，蓝骨头大概都这个价钱吧，品质要好一点要大的话，10块钱夹到的，35美，35美也还好啊，本身大的1700，我也觉得还好啊。那个海豹球太贵了。星月晚安 ，Chester 安安。7张小朋友以上16 160张的等身抱枕哦，抱枕哦，啊，抱枕要7张，好贵哦。我是完全没有买过这种东西，不是很确定它的价值在哪里。0.3张的小朋友的皮卡丘，哦，1700是那个待会儿的价钱。加尔克忘了多少啊？对耶，还有加尔克以前那个魔物的，但那个好像也不是抱枕，应该就单纯的玩偶而已。星月，星月，疗愈等于价值，嗯，那可以多花一点。好了，那就直接开始吧。是走这边吗？我每次我又走错边了，我真的会忘记耶，然后再走这边才对。我先确认一下我身体上的宝可梦。星月，谢谢你的镇定。嗯，第一只要派谁勒？第一只派猫猫好了，猫猫可以看一下状况。规则这一次就不说了，因为也是最后一站了。 Go Little Po 晚安。好期待哦，因为我完全忘记敌人的宝可梦有什么。我只记得有那个花叫什么东西啊，我都忘记。紫荆花吗？一定不是。到底叫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金光花，那个冒出彼岸花的是怎么回事？野池啦，第一只是鸟吗？哎，第一只是鸟，这边也不大好打。直接先来一个折返好了，打它太危险了。啊嘞，不翁星去了。比较好的选项，我应该是派索鲁亚，刚好蛮适合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记错的话，超能力打二系的应该是效果不好吗？还是还好？还是超群？我先确认一下，我好怕派错、哦、啊，没效果。对对对对，多拉克，一 K， 啪！等一下，我的索罗亚克够快吗？你很会选技能诶，下流鸟、哦。我的速度比较快吗？我记得，我不知道哎，鸵鸟的努力值是怎么分啊？我不想让佐罗亚克死掉，但我相信他的速度应该比较快一点点。他预判我的预判，下流。嗯，不管了，一 K， 又死。果然等级上还是有差异的。哦，而且我发现呢、啊，索鲁亚克如果在最后一位配上场的话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个特性在啊？啊，第一次知道哎、欸，太少用他了。然后再是山羊吗？山羊是什么？山羊是草系的，队伍里面没有火系，也没有毒系，然后飞禽才刚死去，也没有虫系，真难打。
难打、啊。好难打哦，那就派个气势猴好了。烈剑鹰这样死去好亏哦。直接用威力最强的近身战打吗？应该也是，这羊看起来不重。近身，好硬的羊，也没了，好硬的羊。那这个时候大概也只剩恶意追击可以打吧。屁啦，屁，打不死，太扯了吧，猴子，为什么打不死？羊那么硬吗？我只想要试试看别的招式而已，没有任何的意思。烦躁欸。哎呀，后手哦。好啦，猴子去了。猴子也帮了很多忙。不对耶，没有猴子的话，最后的隐藏 BOSS 要怎么打啊？可恶，这回才算。先随便派一只，看一下对手要派什么。冰原怪，冰原怪好像直接继续派就好了嘛。敌人如果是冰系的话，也可以用格斗来打吗？好像不行耶。可以啊。这只是纯冰。我忘记我是派索罗亚克了，赶快换一下。为什么你要变身啊？好烦躁哦！不要再错了你，你们会死掉，会阵亡。魔。木之又有，好啦，土拨应该可以压制他，晋升下去吧。他已经是想说，等一下可以用电来电他。那我应该先太清才对。好了，你不死也太不对了。冰岩怪的定位有点像是冰山吧，那应该超重的。这个时候学会轻招式，预知未来那不用啊。将军，我的将军，将军应该怎么打？将军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钢系的吧。钢系那应该就是派格斗的，就派你好了。哦，那格斗是四倍是不是啊？格斗四倍，直接晋升。只要土拨不要被打到，应该都可以继续升下去。这个是金光的吗？啊，鳕鱼哦，
鳕鱼是什么？鳕鱼是水加超能力的样子。那土拨好像可以继续派耶。敌人的速度应该也不会土拨快吧？直接电了。电爆！哇，土拨主场，好帅哦！你们那么可爱。继续保持电属性。是最后一只了吗？哎，金光花的钛金是什么？是岩石吗？好，继续。岩石的话，要不要换一下？近身应该是打得死啊。巨熊格斗科，这一次的名字为什么会忘记啊？近身去。这金光花好不熟，起源晚安，打得死吗 ？OK OK OK， 早知道一开始就直接派复波上来了，那么强。强到炸掉欸，等级算数也有关系，但死了一只猴子真是不划算。哎，终于啊，这条路也走完了。去了一只猴子，等一下隐藏 BOSS 要怎么打呢？猴子啊猴子，知道你努力了，是被我害死的。首先是被气死，再被我害死，大概一辈子会恨我吧。猴子，原谅我。希望你在彼岸也想着我的失误。好了好了，好可怕的女人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还没当冠军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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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极高游。好了，跳针，不行了，就是要逼问你，一定是冠军。嗯，是直接打吗？我有点忘记了欸。哦，好像是学校，是学校站吗？上次我好像选错两个。哪里啊？宝石堂。你莫加后面，每次都选错这两个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但我在打你之前，可能要另一只角色了。主席坏坏，啊！你们知道的。是时候到了，但我要先把你的东西拿下来，还是就让你带走啊？就让你带走好了，毕竟那是你的随身物品。
拜拜。气势红，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过得安稳。哎，那来想一下下一招练什么吧。还是要练啊，要拿身上的练，还是再去打一只呢？没有高等了，我在想要不要再练一只格斗的。格斗的话，也许直接去打极地弹会升比较方便一点，猴子算了啦。他去了一只，要培养一只，猴子会气死吧？炸虎魔。哎，还是练那个啊？要不要练鼠鼠啊？我有点对鼠鼠有兴趣。这边就有鼠鼠了，但这边鼠鼠好像很烂，好像才十等以下。你偷看一下图鉴好了，看有没有又是这一代，然后又比较有趣的宝可梦。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呢？目前有想到的是老鼠，或者是找一只火系的也可以了。听说老鼠很强哎，老鼠，然后啊，龙系的也可以。现在身上有的龙系有吗？雅雅也有点兴趣，我觉得雅雅很可爱。哎，对耶，就在身边的，而且还有官方介绍的一只，要不要练一下麻花犬啊？麻花犬或者是一家鼠吧，先来抓鼠鼠，鼠鼠如果抓得到的话，就考虑练你。好烂哦，怎么等级那么低啊？一对鼠，对啊，麻花犬不好的地方是它已经有重复了，九等然后加先机，怎么可能抓不到呢？先抓一下一对鼠，比较麻烦就是要练呢，还不知道该怎么练呢，等级差异太大了。一对鼠，希望这一对鼠是有机会变成一家鼠三只的版本。那干脆直接给他吃经验糖好了。一对鼠啊，一家鼠，他应该是物理的攻击吧？他能力值是强在哪里啊？我偷看一下。他是物理速度小快 ，HP 高吗？不是很清楚哎。那我先把身上有的糖果都给他吃好了，看一下能够练到几等。我有糖果吗？我糖果好少。愤怒门牙，二连击，都是第一次听到的招式，全都是一般，一般从以前好像都没有什么机会用到，二连击。哇，这个练起来有点辛苦，说有一点累。先来学一下他强的那一招好了，再来一次不用学。嬉闹学起来，会妖精的招式会嬉闹这一点感觉蛮强的啊。
巨神，哎，还会巨神哦，哎，他才几等而已，会学那么强的招式哦，哎，该不会叔叔很强吧？塞奶，不想看你塞奶我。围攻，那一招很强的招式到底是哪一招啊？让我方所有的宝可梦进行攻击，同行的宝可梦越多，招式的攻击次数越多。嗯，仿效都是没听过的招式，模仿对手最近使用一次招式。嗯，愤怒门牙换掉好了。53哦，特工用不到，了解了解。看来最多只能练到43等呢，45等。53才会吗？一对鼠要怎么练啊？一对鼠有什么招式可以练，然后打吉利吗？是不是有点辛苦？还是学会什么怎么数儿就可以拿来打、啊、对他好不熟哦，只知道他很可爱而已，可爱担当。看一下招式机好了，嗯，有没有格斗系的、啊、诶，没有，可以学下盘踢。下盘踢我是有拿过吗？踢倒也没有欸。欸，是素材不够吗？我回去看一下。这里没有音乐，好寂寞。我想还有音乐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换一下好了。招式机是一定要制作的，没有错。叔叔儿一对鼠。一对鼠的编号是几啊？一对手的招式看起来都好有趣哦，有点小期待。71号，其实啊，当初在珠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不是，我想想看，应该是透露的消息吧，救出 一家属，我一直以为是搞笑的宝可梦。搞笑的意思是说出这种就是进化之后变四只很闹，但后来好像看习惯之后就觉得好可爱哦。还有什么宝可梦是进化之后数量增加的啊？哦，好像还是有齁，像小磁怪就是，所以它也不是仙力。而且一对鼠占好大的空间哦。等一下大家看一下，我有一般吗？我找一下我的一般的图在哪里啊？一般好像没有图。Normal type。你看。这超突兀的，好宽哦。威灵晚安。列阵兵又不会进化，喝水谢谢，又泡一下茶。按错边了，不是这边。招式集，我看一下，格斗系的招式在这边。哪一招比较好啊？下盘踢还是踢倒？踢倒可以学，哎，可以做啊。哎，那刚怎么没有看到啊？哦，是要先做好才会有哦。了解了解，我以为是直接从招式集那边就会把那个材料耗掉了。
然后再来是从这边来选。抱歉啊，纸板都玩完了，我到现在还有很多东西都还在学习。踢倒。所以我要先把特工的招式换掉，所以巨神完全不适合。特工，巨神换掉，踢倒。嘟嘟是什么？两球。接下来呢，把鼠鼠放在头，不过我不确定他打不打的死吉利弹呢。看一下攻击防御，他数值好像都还好，那我就冲他的速度和攻击好了。先冲攻击好了。期待植物，简单升一下攻击，然后剩下加速度。这样子，然后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啊？让我小看一下，然后在开场就要练宝可梦，有点辛苦。嗯？不是从这边看吗？从哪边看啊？个性从哪边看呢、啊？他没有个性吗？没有增加，没有减少，有这种个性吗？觉得好神奇哦。他有淘气的个性啊！哦，坦率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哦，没有什么都没有加的个性哦。老鼠本身有过100线，可以考虑一半 HP， 一半速度。好的，也打算这样子。抱歉，再让我练一下，应该只要练一下下就好了，不会花很多时间。鼠鼠是平衡发展，了解了解。然后身上的宝可梦呢，先暂时换成其他值。虽然说剩下的不确定会不会练，但因为这边实在是太强了，所以我们先全部选择起来，先放到盒子里面，然后剩下的就摆进来，摆进来。对啊，打吉利弹很无聊，可以聊天。炸火魔也放进来，其实有很多都想要练的。不在的托托也想要练呢。啊，我还有沙吉拉斯吼，我的沙吉拉斯嘞。有了，放进来了，吓到我了。想说你去哪里了？单手先放进来吧。Go， 这什么队伍啊？好像幼稚园了。我上次进城镇的时候有采购我的食材吗？你有印象吗？有吗？然后翻开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我的道具里面有没有幸运蛋？哦，有幸运蛋，有哦。忘了，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了。然后翻开无法制作。マジだ。您来这里干嘛？你有病吗？还不买食材？在混呢、啊？
哦，幸运蛋有。幸运蛋我当时是给谁啊？我记得好像哪只宝可梦我留着，还是也被带走了？是被带走了吗？有被谁带走吗？啊，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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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这一只好了，虽然说也没有特别想要练。啊，练进去没有把东西带走，有点可怜哎。哎，雷格，我忽略你吗？抱歉，抱歉。有点忘记要什么食材了，反正都买一轮。我在不会破产的前提之下，我都可以大概买个10个吧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。高いね，食材。高いよ。哎，我怎么食材都没有哎，好怪哦，好不正常哦。老板开心，花了快60000元来买食材，什么也不需要了。剩下的食材我记得在哪里可以买到啊？好像在哪里啊？好像在……哎，想想看，在这里吗？自行镇吗？自行镇有食材店吗？哦，好像有，而且为什么不能飞来这里啊？这里没有点哦。啊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老鹰的杂技，然后没有用到就死了。好惨，老鹰，老鹰。气势皮带哦，气势皮带我知道，根性皮带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东西可以买，顺便看一下拍卖什么东西好了。精神之语不需要，47个超多。烤鱼片是什么东西啊？炸鱼片不要。增强。食材店是哪一个啊？熟食不要，我记得有食材店欸。买罐头交给罐头王。面包，欸，奇怪，我记得有欸。なんで？没有欸。不是在这边买吗？我记得有食材店，在罐头王这里吗？罐头王是食材店啊，真的是欸。为什么叫罐头王？这也有点迷。这样应该剩下的都买到了。领慈晚安。啊，骆驼母行路哦，我的骆驼母。想到就伤心。啊，念光也有吗？念光卖的食材跟这边是一样的吗？我有点不是很确定。这边有打训练家吗？我记得打的数量还蛮少的，零个谢谢，4个，但我不行，要先去打鼠鼠。糟糕，不大确定今天打不打得到尼莫欸，感觉可能有点，呜，点点呢，差点碰到。跟点点呢也不能乱碰，碰了就直接翁星了。我要吃什么东西啊？一般的遭遇力吗？当时吃什么东西啊？遭遇力一般哦，有那个欸，2等的欸。
看看。伊莱克晚安。哎，同是老鼠，怎么不打声招呼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好多薯菜，好多食材哦，怎么办？米饭看起来超恶心的，哎靠，米饭看起来超恶的，而且牛番茄好大片。那米饭看起来超有事的，谁？那是米饭吗？认真有人会在三明治里面放米饭？哎，是我搞错吗？我现在做的三明治应该是咖喱风味，对不对？不是应该，要么是咖喱炒饭吧？那团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像幼虫哎、欸。我起目，好恶心，好饿哦！会这样做料理的人，一定超不会做料理的。然后我先帮叔叔们洗澡，我记得他是要那个吧？他是要亲密度的，看好可爱哦。他嘴巴也是米菲兔的形式。托托晚安。咪咪。蛇身会死吗？哦，还好，不痛。但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打死他。一点都不痛，不要，你不要生蛋，不要吉利蛋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补血，我讨厌你补血。来了，那个鼠鼠儿，鼠鼠儿啊，鼠鼠儿，鼠鼠儿这招好有兴趣哦！一到十次，大家是说要配什么骰子之类的吗？会比较强。明信片的话，等一下截图给我，再私讯我一下。其他都先不用学。糟糕，叔叔，叔叔没有什么火力耶。诶诶，亲密度那么高了吗？我才刚抓而已。三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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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加数，四只。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两个小孩，看起来真的像一家族，但真相如何无人知晓啊。什么意思？看起来像一个家族，但真相如何无人知晓，这好可怕哦！这是拐来的意思吗？我会怕。欸，宝可梦不要那么黑啦，就说自己的小孩就好啦。羊，我觉得魅力羊这个系列很奇怪，它颜色变好大哦，它从蓝色变成红色，再变黄色，身体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哎哎，进化之后火力突然暴增。有可能是同一人，只是分裂了，不要这样子，我觉得可怕。单手龙，六呢哈多，先不用。哎，好啊，来试一下那个鼠鼠儿好了。鼠鼠儿是一般的招式吗？
伙伴们聚集而来，以群体的形式逐一给予攻击。是长什么样子啊？摸你这个臭蛋蛋！叔叔儿，哎，只只有困难？一般蟹的招式这么强吗？打四下就死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，有点吓到了。叔叔要配那个骰子还是广角镜好啊？好强哦！反而踢倒还不一定能够打死敌人吗？咩、欸？对耶。毕竟一般招哦，对吼，有修正，威力会比较高一点点，难怪哦。反正等一下我稍微练完之后，我们就给他配个广角来试一下。继续数数儿好了，数数儿，他的平均值是多少啊？感觉应该有四下，对不对？补血好，再被打一下就补。现在应该还撑得下来。哎，无数，有一下的情况。看来也要顾虑有可能会发生一下的情况而已。下那个几率多低啊！而且熔融岩好快就进化了。你看电龙好可爱哦！以前在银版的时候也很喜欢电龙，因为它很 Q。没关系，先不用学，之后再一起学。哦，对吼，那这个时候哦也不用换了。我想想看哦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把他的招式先稍微换一下，查看一下能力啊。对吼，要换一下图了，要换成一家属的图。抱歉，等我一下，一家属的图，一家属的图。没有想到你的小孩可能是分裂或者是捡来的，看完说明有点吓到了。猴子纯粹是因为我的失误，我害了他，他死了两次。这猴怪大概不会练了吧？想说如果要玩的话，就难得玩一些比较少用的宝可梦。谢谢托托。击倒。嗯，火力有点低耶，看来后段真的只能用那个叔叔叔叔叔我儿了吗？不过现在要给他配加力量努力值的道具，再打个几只之后，然后就换成速度好了，他可能也需要一些速度。
其实我发现啊，大部分大家有三只鼠的形态，好像都是打太晶拿到的。太晶战反而很容易出现三只鼠的形态耶，还是只会出现啊？上次打好像也是太晶战。哦，渐渐可以一脚打死喽。目前预计先把鼠鼠升到60等就好了，60等之后就去打尼莫了。尼莫不打完的话，剧情也无法继续下去。电龙学会好多招式哦，电龙可能是等我的土蕃死亡之后唯一能够换进来的。布罗顿、密罗顿我也不是很懂。话说不知道为什么三只鼠比四只鼠稀有，这我不是很清楚。吉利皮蛋裂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像四星固定三只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有点像是算送玩家宝可梦的感觉吗？想说如果你升不到稀有的话呢，打太晶战就有了。可能是老鼠要伸手比较难吧，欸，好像是欸，一窝都那么多了，要伸手反而比较难。这只班吉拉是好小只哦，班吉拉是好像没有机会放进来，跟我现在身上太多重叠了。好多吉利蛋，好可怕！会不会等下逛着逛着又跑出另外一只色尾啊？色尾就不用了，色尾的颜色又很恶心，好像被污染到一样。好，等一下，鼠鼠人，鼠鼠人有命中率，我刚没看到哎。命中是多少啊？哦，90%，我讨厌90%。毒蛋蛋，不愧是遭遇力二，不得了了。再打完这只，等一下把他的身上的道具换成加速度的。哎，你们刚说53等会学会的招式。怎么没看到啊？还是进化后等级又提升了？这叫什么招式？他后来会学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就这一招哎。还会有别的招式吗？哦，就鼠鼠而已哦。等等，去亮光室买。我没有大扫除欸，为什么？啊，而且贝吉要升进化了。大扫除是要进化哦？真的吗？会回忆的，好丑。而且为什么贝吉的背景是在雪山呢？
觉得我第一次看到正面的，他正面有点可怕哎、欸，还有裂嘴，是要回忆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大扫除，将这些全部清干净，自己的攻击和速度会提升。这一招是好招式吗？提升应该是指一阶吧。这招很强哦，对战还蛮不错的。不过我这个情况好像不一定会用到哎。强化招等一下再来想想要不要放在身上好了。强化招感觉在这一次的时空里面用完可能就挂了。能够清场地倒是蛮好的。然后再换一下，帮他稍微提升一点速度。速度的应该有买这个。其他角色不确定会不会用到，就先这样子好了。感觉再打个几只就可以结束了，料理还有吧，14分钟。宝箱也顺带连，而且仔细看才发现啊，一家属里面有一只很不合群、欸，该不会那只是捡来的吧？就最左边那一只啊，总觉得它动作好像有点不大一样、啊，然后也没有紧贴的家人，右边的还会，哦，因为它是最小只的吗？比较怕，赛不好啊，干脆等一下这边打完之后。我们就去各个的高塔里面打一下赛富豪好了，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就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了，淡淡之地。啊，按错啊，我应该把招式换掉了，讨厌洗脑。又按错，换招式。啊嘞，哦，臭花儿，帮你数数一下数额。叔叔，能够打到三下以上，火力才比较平均一点。感觉打到一下或两下，好绝望哦。我身上的硬币应该也没有很多，印象里面我也没有特别去抽。不过你没有打过777吗？也是一直听到有，但也没看到有人真的打到。好歹纸板也玩到现在了，也没看到。那几率是1%是不是啊？不只有60，会差不多。花一小时收集，这样还比较快，与其赌那个777。生蛋，哎、欸，有时候会打不死、欸，奇
怪，等级也不是特别高。是因为他的个体值比较高吗？性格是假写的。忍蛙我不知道欸，个性加 HP， 感觉个性的加成也很重要。那等等，叔叔的个性要换什么东西啊？叔叔的个性应该是要换攻击上升吗？感觉应该是要攻击上升。物攻物防或特防下降啊，不对，特攻下降就好了。嗯，也没有特攻的招式。又来硬邦邦的，下次的太清战是兔子没有错，期待。但我对兔子不是很熟，毕竟也没有看动画，上一代也没玩。兔子不好吗？哎，哦，单手龙的进化好慢哦。SBO 晚安。再打三只，那等一下踢走这刀要留着吗？颠颠呢，等一下踢倒我给换掉，如果不特别打的话。臭叔叔，命中率堪忧，退，点点点看起来很可怕。10%烦躁 ，OK， 等级到了。接下来我们去亮光室。亮光室哪里会卖啊？那个吗？吉利蛋蛋吧。嗯，桌台是没卖吗？我要买的是广角镜嘛。哦，不是那个吉利蛋蛋。信使鸟，这个打闪焰太晶战，它的特性好像被废掉，什么意思啊？它的特性是什么？老千买一个，然后广角买一个。到底是哪个好啊？是老千好呢，还是广角好啊？广角的命中率会稍微提升，意思是说从 90% 会变 100% 吗？至少能够确定不会无法命中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变 99%， 它是怎么算啊？ 10% 吗？加10%不会满，这个是设定哦。
老千是对战鼠随机的比较有效，属鼠的是连打到命死为止。嗯，老千是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属鼠是打到命死为止哦。整一乘一，难怪。来吧，我们去找尼莫泡茶喽。可怕的尼莫，喝水谢谢，再倒一下茶。改什么队伍？他第一只是什么？我完全忘记了。他有什么？第一只是岩石吗？了解，谢谢。不能再被尼莫干掉的宝可梦。身上的道具也确认一下好了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尼莫，可怕的尼莫，把我养成冠军之后，就想来打我了。网络上啊，有这些片段的英文配音，真的应该要有声音。没有声音实在是像在演默剧一样。请一些有名的声优来配日文，感觉也很棒。不想看默剧。不过说起来啦，从以前到现在的宝可梦游戏也没有任何一代有讲话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其实有啊，对啊，都是哑巴，可能也不想要打破这种传统嘛。而且你家题目的等级好高哦，65等，有点怕。我也想要配音，拜托官方更新 DLC 的时候配一下音吧，但感觉应该是不可能，除非制作团队怎么大换。人家 MH 主角都会讲话了，托托是刚系的没错吧？刚系的感觉继续使用也可以。让我确认一下，很怕被打死 ，OK， 没有错。去死！不过近身战之用有点害怕，看一下下一只是什么好了，看看一家族有没有机会用到。但可能一个不小心，一家族就直接去了，这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屠龙结界应该是地面，哎，不会吧？地面哦，地面好像也只有猫可以去克它。啊，还是一般？那、啊、你啊啊啊啊！我按啊，那一样啊。格斗继续打。欸，格斗那么克他吗？而且你姐姐好大只哦。哼，好大只。突破太强了吧？他是三节的。啊，你要派土锅了吗？如果你要派土拨的话，我想想看，土拨我这边能够用什么打？飞行哦，抱歉啊，我的飞行已经去了，用超能力去打他好了，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嗯，用沙奈打，沙奈朵唯一选项。请你不要用强力的招式打我，我会去的。伤害都很脆的。
对啊，我还有配那个围巾呢。嗯，应该是用月亮打吧，里面威力最高的是月亮。下流。垃圾定格。粘美龙，哎，粘美龙的话，我继续派他也可以吧？好像也不用换哎。嗯，我可以打那么顺吗？打这么顺可以吗？他不是，要打哟，要打哟，快！没有想到撑下来了。再一次去死，吓死人了。来吧来吧，御三家对御三家，野鸭只有被虐的一天而已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不要白啊，恶心的丫丫，自嘲的丫丫。还好这次的动画感觉丫丫应该不会有人选。女主角是选猫猫吗？另外男主角是选呆二。丫丫到底要给谁啊？丫丫应该是给校长吧，如果有校长的话。反正校长拿胜的。这就是叔叔没机会用，还有机会啊，还有隐藏 BOSS 呢，对不对？叔叔有点难派上用场了。叔叔的一般也没有特别克什么东西啊，一般是克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对啊，一般什么都没有克。那一般的招式什么时候用到啊？突然觉得好神奇哦。这样说也是啊，不知道派什么的时候派一般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只要不要被克到。对耶，不要遇上格斗的话，什么都好啊。而且上次跟你莫打的时候好像是晚上吧，早上也别有一番风情了。哇，越念越开心，尼莫，这就是你啊，好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被打输，怎么那么开心？你还可以继续栽培的，天哪，你太棒了啊！莫，亚拉，你真是太棒了。感觉得出来他内心的澎湃。哎，这样子啊，话说新版的宝可梦会出现尼莫这个角色吗？应该会，对不对？我反而现在有点期待他会出来耶。啊，不对耶，这样子他只能找女主角虐而已，感觉好不适合哦。到底以后会怎么发展啊？各种期待，而且我发现啊，你有看到吗？
这里可以拍照吗？这里不能拍照。下面有颗宝可梦球，就正常的吗？对对，这里有一颗，你们看到我的脚前面。なんで呀？它的门缝里面。潜水压给他，一个人跟学长去堡主，一个人跟尼莫走冠军。哦，这样看起来蛮有趣的。那是门挡吗？我不知道，门挡在中间也太怪了吧？对啊，点一下打博士要小心啊。而且接下来的地灵区呢，是我之前有去过，但这次去的时候，宝可梦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我要怎么去啊？应该从这边去吧，从警徽镇就好了。走吧。哎呀，让我爬上去，我要上去。这里很多妖魔鬼怪，钱币。哎，话说野生的钱币啊，最高可以捡多少啊？可以捡到50吗？3？我记得好像有捡更高哎。应该有10以上吧，3也太少了。归乡之路，上次也是归乡之路吗？应该是。都会重生啊，塔的也会重生。7还是8的样子。啊，请稍等我一下，去拿个水果。最多好像是200，真的假的啊？200，200也太多了吧？他也没有带箱子啊，200怎么塞的？
哎，等一下，那个钱币啊，它是幽灵系的吗？哦，那还蛮合理的啊，那些都明钱。要藏多少有多少，不用担心。好期待哦，好期待看到奥林哦，不知道他打起来的感觉跟男博士相比怎么样啊。而且等一下进到巨坑里面，宝可梦的生态也会不大一样。其实我很喜欢他表情比较丰富这一点。等级吗？等一下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啊，但上次我好像打得很辛苦哎，我好好想一下该怎么办。不然我们来抓一只古代的种好了。古代的种不对，那古代种有点奇怪，就古代种好了。奥林的战姿好卡，是这样子吗？古代的种不知道是谁的种。红明月，那也要我抓得到啊。来吧，底下的六只能抓就抓。嗯，那失落的表情好可爱哦。这里我还是觉得很不合理耶，为什么不是我骑？不担心派怕放手吗？牡丹飞走，我随时也有可能飞走啊，很可怕啊！哦，好亮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我这一次呢要慢慢的下去。上次我下的太快了，完全不知道我的方位在哪里。你要这样说也是啦，反正掉下去还有手机会帮我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哦，你怎么了？虚弱的表情，先躲起来。好了，这边是最需要花时间的地方，不过我估计大概到底下今天就差不多了。上次我好像是特别留还蛮长的时间来玩最后一块，对不对？这次可能没办法了。而且又多花了一点时间去练宝可梦。上次光走这边的两小哦，那感觉可以在其中一个休息站真的休息。
好期待哦，好期待走这边，跟上次走的感觉应该是完全不一样。我有没有需要在这边特别练一下呢？就姑且还是继续用 Let's Go 打好了，当做小练一下等级。经验好像也还可以吗？没有这大字的比较好一点而已。上次还能补拍照啊！对对对，上次那个下面的字我一直没看，吓得回到球里面了。刚好这一次可以补一下。应该说有看啊，但无法一个一个看得那么清楚。让我捡，让我捡龙情果。啊，好难走啊！但牡丹走得之顺。牡丹种在哪里嘞？啊，我又按到了，这是习惯了，我会一直很想按。这也是没办法的。路在哪里啊？开始连路都找不到了。确实，三个人都跟我的感情很好，毕竟就三条主线。感觉倒也不用争宠，大家都爱我。读书打这边好不适合，感觉都快翁心去了。哪没有？都死光光。而且关凯亚是不是只要碰到会直接飞走啊？好像用 Let's Go 打的机会也没有哎，只能直接投球是不是啊？金毛，好，第一只我完全忘记是谁了，但就直接来打吧。对啊，多多跟我一样不知道。闪晶晶，哦哦，是你哦！晶晶修机，那叫声很奇怪。
岩石的泥是毒嘛，精神强念去吧，应该很好打。岩狗快点，补刀补刀补尾刀。直冲撞感觉是格斗的招式。确实啊，刚凯亚看到人形的角色应该吓到，想说妹子怎么来了。是地面招式吗？金花也太难听了。对耶，台版以后都会配音，很害怕。我好像从小到大应该是一直以来都无法接受台湾的配音，也不是说配不好啦，就只是不想听而已。好像还是难接受耶。一个观测站旁边蓝色的书应该都看过了，所以等一下稍作休息就直接往下走好了。解锁我按。感觉今天应该可以走到第四个，应该走得到。日子都一样吧，会不一样吗？我记得好像没有特别说未来是古代什么相关的资讯，就只有说是时光机吧。太精化。还没有特别谈到。那等一下还顺便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。妈妈忙着研究。对亲生妈妈不了解已经不是爸了。话说啊，路上一开始是不会碰到吗？好像都没看到。走走另外一边下去好了，顺便绕一下。是要走到哪边开始才会出现啊？走到第二个观测站吗？哦，要进洞穴里面。那好像也可以直接下去，直接掉下去好了。还走那边，绕远一点好了。难得可以像这样子悠闲的走。哦，有赌博。先不要那么快下去啊，开心走一下。对耶，如果是动画版的话，感觉服务器都会出来。
毕竟剧情应该也不会这样演了。吉利经验值，可恶，跑好快，像看到鬼一样。两台时光机，应该很难呐。一家属用 Let's Go 好吃亏哦，感觉只会被虐而已，马上就累了。剧情会改吧？分日月的露莎米娜是谁啊？第一次听到。好，第一只派土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这边应该会第一次碰到那个古代种吧，互相尊重也有可能啊。消失的皮丘，不是，是雷丘。第二个是谁啊？之前好像曾经在一个观测站看到企鹅吧，所以这边应该会看到。哦，我到的胖丁好肥，为什么会选胖丁当这一次的古代种首选啊？好可爱吗？嗯，不要接近哦，要把你打爆哦。叮，胖丁丁啊，叫声太怪了吧，什么胖丁丁啊。胖丁丁还有眼影哎，不对不对，古代种叫什么名字啊？话说他们的属性我也完全不懂，难道也是一般加妖精吗？好像吼叫尾啊，电光电一下就知道了。嗯，哦，看起来应该是一般咯。呜呜呜！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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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怕我怕！哎，你很烂哎！什么烂招式啊？哦，这个时候就聪明了。啊，原来是超能力加妖精吗？很硬哎，一颗球那么硬。吓死人家了，我也吓到了。吼叫我也好难记哦，好奇，可以看一下吼叫我的日文是什么吗？我记得途径在最下面，应该马上就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サケブシ，真的哎，中文也翻得很好哎，日文叫サケブシポ。Sake 不是吼叫吗？西波是尾巴，吼叫尾，还蛮直翻的。但命名也太随便了吧？怎么 Sake 不西波？啊，又按太快了，被邻居的怪物。哎，不过说起来呀，如果是古代种的话，在某些程度来说，
会不会就是以前的化石们啊？这样说好像也不是耶，那些化石也没有衍生为现在的宝可梦。菊石兽也没有啊，这还是不同的东西吧。所以才是 paradox 啊，这样说也是啊，无法反驳。我按。不知道是哪个古代来的。红蜘蛛好像比较好看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比紫蜘蛛还要好看一点。你看那个香菇以前没有宝可梦球，它怎么会是红的呢？诶 ，paradox。直接跑，原来是看到爱心笔推销吗？现在很少看到了。尼莫上面还有个姐姐，有钱人家知道，但有姐姐这件事情是第一次知道。那我要去哪里啊？我的路在哪里？啊？尼莫姐是新力？有这回事？我可以查一下吗？尼莫，哎，好碍事哦。有说到吗？好像没看到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完全不是哈。你默日文是什么啊？但我先不能打日文，讨厌。结束再查好了。我觉得应该完全不是，而且他说他的绿色的头发是挑染哦呵呵，那不是他自然的发色啊，要吓死谁啊？我叫 Nemo 吗？现在不能打日文，输入法被遮住了。给你们查，好，这边也是碰到古代的吗？观测点。应该是吧，
感觉是为第一游戏准备的。普顿。尼莫看起来好兴奋哦。这一只是地面，好像还有不动。那感觉就，近身战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很怕地面招式，不行，换一下好了。那换谁好啊？一打死感觉没有什么自信。沙奈德会死吗？呀、yeah, 好可怕。应该不会死吧。德加地。沙奈德好了。托托你烂啦。为什么下雨就卡了？下雨会干扰到你的 WiFi 吗？应该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所以走完这个观测点，到那个洞窟里面，开始就会出现了吗？还是要等到那个进到基地里面啊？奥林插画，晚安。再休息一下，感觉真的走到第四个点就差不多了。哇哦，这里有进化后的，第一次看到哎。700，第一次发现，好兴奋。上轮的基地已经被洗干净了，是的。一定是太少逛了。这个是姐姐吗？两节是姐姐。
哦，有了。侯教委，侯教委抓看看好了。侯教委会飞耶？那是气球宝可梦吗？刚看它飘起来了。但剧情直接进剧情，讨厌。哇！哎呀，看到妈妈，又想到跟博士战斗的时候了。所以现在已经会碰到轰鸣月了吗？还是还不会啊？但就算会碰到，好像这边也不会出现。感觉应该是还不会。也算玩客的我，没有错啦。好多龙哦，好可怕！经验值应该蛮高的吧？他不敢打吗？对啊，我也记得这边好像不会出现，就只有在那个洞窟里面。只是现在没有固乐盾可以骑，好慢，所以还是乖乖走剧情好了。哦，带花的耶，我的土坡卡住了。我有石头哦，这边是几等啊？已经到60等了，好强啊！啊，对哦，你有结石。果然用 Let's Go 打比较好。经验也很高，应该多打一下的。到最底层再说好了。好像真的卡住了，卡死。上次来这边好像也会卡住啊。这里是那个可怕的地方。这里真的超毛的。果然博士也是吗？解锁。派派应该也很难过吧？奥林已经完全无视他了。
好啦，那今天先蹲在这边好了。感觉再下去又要另外一个。接下来大概打多久啊？我想想看，好像至少30分钟，不对，30分钟可能要超过了。你1小时跑不掉吧？所以剩下的剧情就留到下一次吧。然后明天是有龙族的声放送，所以会在那 YT 那边开。应该我会破鬼文，所以大家帮我留意一下。好啦，感谢大家。那接下来的剧情就留到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吧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辛苦了。明天 YT 那边见。晚安，晚安。